大家好，这款是外喷式双层筒臂设备。现在我给大家讲解一下设备的安装和每个部件的功能。首先呢，这个设备呢是加厚食品级304不锈钢打造。这个锅盖子呢采用的是二次锥形锅盖。将来呢高度酒出的多，尾酒少。锅盖子上面设有这个液态加料口啊，将来可以把这个液态的酒醪用这个无水泵抽入蒸锅。无水泵呢可以选择550瓦到750瓦的都可以。有的商家为了提高设备的价格，把锅盖子加装催尘宝，小二建议你不要使用。其实呢就是在锅盖子放一些桃子球，根本达不到什么增香催尘的作用，只能影响出酒的速度。用几次啊就容易发霉，不易清洗，出酒啊会产生味道。还有的夸大设备的容量，把设备的声用型号来代替，提高价格。能做多少斤粮食啊，设备尺寸决定一切。我们公司生产的有各种白酒催尘机，也叫过滤机，每小时过滤啊600到2000斤，非常的方便。打开这个锅盖子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蒸锅这个边缘呢非常的光滑，不会有任何的毛边，也不会在生产过程中划伤到手。这个厚度啊大家也可以清晰可见。本产品呢都是实物拍摄，不论大小设备，这款都是一样的加厚材质，可以用到十几年不会用坏。我们通过最下面锅底加热方法，把下面的水烧开，通过蒸锅内桶，整个外壁环绕加热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多余的蒸汽通过外喷式蒸汽管道，用4个蒸汽管传送到内胆酒醪层。这个外壁和内胆呢，它的间距也大概1.5厘米。真正达到了360度的环绕加热，形成了二次升温，速度快，减少了水蒸气，节约了燃料，做的酒啊度数更高，口感更纯正。做液态酒啊，把发酵好的液态粮食啊直接倒入蒸锅，做固态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放上我们赠送的蒸盘。蒸煮粮食啊非常方便，轻松达到了自由转换。大家看这里，蒸锅内部啊3/4处啊，我们在这里加装了4个串灯点。蒸盘呢可以放在下面蒸煮粮食，也可以放在上面，下面做液态是不用蒸盘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蒸盘放在下面呢，放固态的粮食，一般这个粮食呢厚度啊，上面放粮食的厚度一般在5到10厘米就可以了，能达到串蒸串香的效果。也可以放一些芝麻或者是花草香料水果中药，能做出啊各种的，像芝麻香酒、玫瑰花酒、中药酒、滋补酒、滋补酒等等。这个锅底水啊加到这个水位镜能看到的位置就可以了，等底部出蒸汽了再把酒醪液倒入，酒醪液啊加到蒸锅的一半多一点就可以了，因为加的太满容易出现溢锅。做完酒呢，我们通过第二层下部的排打口，把这个稠黏的液体从这个口径啊全部排出。我们呢送客户的都有酒渣过滤袋，做完酒呢也可以过滤一下，把稠黏呢未加勤也可以销售。我们现在这个水位计啊全线升级为304不锈钢的水位观察镜了，永远不会生锈，方便安装。这个上面呢有一个黄铜回计阀，它主要的作用啊是我们做完酒，就是锅底啊
把锅底水排掉的时候，它要从这个阀门进气，这个箭头啊要冲上安装。我们运行中会出现轻微的滴水现象，这是正常的。客户呢需要电加热的时候啊，安装也非常方便。这款加热棒220的家用电，不管是380的工业电都是通用的，只是接线方法不一样。我们的详情页呀都有这个接线图。空气开关呢，客户要买这个防漏电保护的。接线呢，最好用国标的铜棒线。这款加热棒也是加厚复购升级版，更换非常方便，直接用这个升腰带缠绕好。这个垫子用不用干都无所谓，直接拧紧就不会漏水了。如果不用再加热的客户，我们赠送了有吐司，直接把这个加热口堵上即可。可以直接啊垒个灶台，烧煤烧柴啊都可以。不管将来你用任何的燃料都行，也可以直接选用我们公司生产的这款灶台。这款灶台是另外购买的。这款灶台呢都是用4个厚的钢板打造，根据设备的大小都有配套的灶台。导气管也都是双层，达到了2次冷却效果。中间呢会有一个排水阀门，将来蒸锅没水的时候，可以通过这个阀门加个管子往蒸锅加水。阀门的大小啊可以控制流速，还有这个蒸锅旁边这个加水口是非常重要。一旦蒸锅锅底没水的时候，这个加水口它会冒蒸汽。一旦这个加水口啊从这里冒水的时候，就代表着蒸锅内部的出气管堵塞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呀，我们可以打开这个锅盖子，用木棍呢搅拌一下稠黏的料液就可以了。正常操作是不会堵塞管道的，所以这个加水口也是一个安全口。这个位置啊不能加装任何的阀门。这边的导气管呢可根据位置左右摆放都可以。上面有个温度表，一般达到85度左右的时候，就打开这个水循环就可以了。导气管安装的时候，蒸锅这边要比冷却器这边高出5厘米左右，这样出酒才会快。就是刚才我说的，通过导气管二次循环之后，液体呢从高处往低处流。我们呢赠送呢有一个循环水泵，这个是潜水泵，直接放在水里就可以了。将来为了节约用水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大点的水桶或者水池冷却，今天做完酒水热了，明天冷凉还可以接着使用。水源方便的话呀，我们可以不用水泵，直接接自来水啊、河水啊、泉水啊都可以，因为它只起到这个冷却降温的作用，水跟酒液不是直接接触的。导气管呢，接水这边第一进高出，这个高出的管子呢，可以直接接入这个低的进水口，就是冷却器低的进水口。然后啊从对称的一边高的出水，这样呢形成左进右出，才能循环彻底。冷却器啊也是设备的核心所在，我们采用了这款目前最先进的喇叭缓冲式冷却器，也是全网很多厂家给我们 PK 最多的，说我们这款冷却器啊成本低，冷却不好。大家呢来看看目前各种冷却器内部的构造就一目了然。这款呢第一种它是盘管式的，
影片效果不错，就是呢大点的设备久的流速过快，单管呢回气不畅。因为现在那个酒设备啊，最方便的密封就是水密封，一旦回气不畅的时候，就容易导致水密封这个易气易酒现象。这款呢适合小设备使用，所以啊我们把它逐渐淘汰。第二种冷却器呢，我们采用的是三层内胆冷却，冷却效果一般，因为都是直流冷却，液体呢直接流入到这个底部，就是啊里外是水，中间是酒，没有缓冲点，流速呢快速到底，直接排出。冷却水呀、啊、它要保持充足的流量，这样才能冷却好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部焊接呀、啊、这个点非常多，水质不好的时候啊也容易出现漏水现象。第三种冷却器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多管式，也是很多厂家用的最多。因为这款呢分三层，上下都属于平面层，中间呢有很多竖管组成，冷却效果确实非常好。因为多了两个上下缓冲，流速啊减慢了很多，出的酒啊也凉了很多。这款呢也有很多客户只用这个内胆放在水池使用的，也有很多呢用的是全密封的。这款呢制作成本呢也是比较高些，也是很多厂家呀共同改进的结果。但是随着现在网络平台呀逐步的规范，我们在网络呀长期经营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售后。因为这款冷却器最大的缺陷就是焊点太多，特别是下平面，上面呢这个有水啊会长期这个存积，非常呢容易腐蚀这个焊点。这款没办法机器冲压，所以啊很容易漏水。这款冷却器啊这个管子啊都是从内往外焊接，一旦损坏就不用考虑维修，只有换新。现在用这款的都有身心体会，有的呀用半年至两年期间，用坏的达到了60%左右。因为市场竞争啊非常的激烈，利润非常低，所以啊能让客户啊把设备用得更好更耐用，售后减少，来降低我们厂家呀、啊、售后与客户之间双方的成本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新生号啊经过团队的不断努力和反复测试，最终研发出新一代的冷却器。这款喇叭式缓冲冷却器呢，我们是先把进酒口加了一个酒气挡板，酒气啊不会直接冲到冷却器的底部，而是把这个液体分流到多层15度重叠式层层内胆中，每流到一层啊在下部内圈中都设有了一个缓冲圈挡板，使流速啊大大减慢，快速降温，同时也降低了杂醇油的含量，也叫甲醇油，就是我们在蒸馏酒上面漂浮的一层油脂，达到了冷却水得热多热酒会多热。这款冷却器呢制作成本非常高，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板材，使用机器冲压一次成型，虽然呢节省了一部分焊接人工的成本，但是我们也使用了几十万元的高性能的冲压机，焊点很少。最下面的流酒的底部啊也是采用了锥形设计，无残留，不易腐蚀，
冷却器呢不是管子多少，而是这个冷却水啊和酒液接触的面积多少，效果才能越好。这款冷却器呢，我们使用两年多来，用的客户上万家，都给予了一致好评。这款呢，我们是终身免费维修的，同时呢，也拿到了国家外观型专利、实用型专利证书。同时呢，我们这是我们公司的营业执照，大家看一下，河南新盛号商贸有限公司啊，我们的营业执照。这个呢是我们设备的 MA 检测报告啊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呢是我们的板材检测报告，还有我们的各种注册的商标，我们包括这个网络销售，包括白酒制作，包括设备生产，注册了三个商标。还有呢，我们荣获了各种的专利啊，实用型专利。大家看这个冷却器啊，这是国家这个专利啊，内部构造。还有这个外观专利，大家看一下外观专利，这些都是我们的专利证书，大家看一下。还有这个检测报告呢，是我们用304酿酒设备做出来这个酒检验合格，大米酒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各种酒类将来用304的才能达到国家标准。这个是平顶山市质量监督局检测中心检测，各种的香味、色泽、外观都符合标准，香气、口味、风格、酒精度、甲醇以下啊，大家看一下啊，都是经过检测合格的。还有我们这个新盛号呢生产的白酒设备、啤酒设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白酒、啤酒设备的生产和销售。将来可以加微信啊，任何不懂的话随时在线咨询。现在也是早晨，工人刚刚上班啊。我今天把这个设备呢，内径双层呢，暂时介绍到这里。我们每天发往全国各地啊，大大小小上百套设备啊，路途啊所有的损坏都由我们厂家承担。谢谢大家。